75岁以上的老人注意了，晚上不用做饭了，小贺在村口做炖菜，拿着自己家的小盆也被来邻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今天呢准备了15斤花肉，一盒大虾，一些娃娃菜、豆腐，还有一些粉条。今天呢给老人做一个大炖菜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干。我这个地方一会儿咱这个啊，这农这些东西担财，身边有75岁以上的告诉一声。等着做好了，挨着家吃就行了。哦、免费就老月多的。锅内烧了温水，把这个粉条泡下，开始切肉。把花肉切厚片备用。稍等一下哈，我这个肉马上就切完了，切完了我给他卡上。我给你卡了，我做大奶。肯定可以了。来，好嘞。那个倒多少人？叫去那个不锈钢盆再打一盆哈。娃娃菜加清水洗一下，把洗好的娃娃菜切一下，娃娃菜从中间切开。豆腐切大块备用。我这么给你卡了爷，来给你个卡。来，我这个地方用化油下，这些食材都多顿大财。你下去那个不锈钢盆，那个方便袋不行啊。啥的杂事不少啊，这个老印也是都是比较成熟的啊，都是八九是谁。祝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，快点来大爷，这边挨盘来。哎，好，你盆给我，你拿着这个呀。好好。哦，你跟着打奶两个月吧，他。好。缺的人狗能吃，狗吃了吗，大爷？好了，好好等着啊！卡给我的，大爷。别挤哈，你合格来啊！我说都有东西啊。这不狗还闹呢。狗吃了吗，大爷？来，慢点着啊，别躺着。我这这边，你合格来，走，往那边走，你不躲啊？哈。哎，两个下啊！狗吃了吗，大爷？慢点走啊。没有卡也没有神，我这不过了台度，不磨，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了。不用卡，我这那老子发生了啊！还有个老，我就打一盆就够那俩人吃，是不是？我过得了，这剩俩人够不够？我说馒头啊，一斤啊，两个啊。啊！我天天，那都啥肉？我天天，我下个那我这还是回来的，还不淡了。都吃了，大爷。慢慢走，走。给狗那俩人吃。哎，你给我下。不走，不干。慢点，没事，没事，慢慢走。慢慢来啊！再等一下啊！我今天忙不忙？好吃，大爷，够了，慢慢的哈。好好。哎呀，我这都，我好像叫，也舍不得，反正来劲。你们有吗？大点了哈，这个是我刚才在那盆儿了。大补差那一会儿哈，我说都有哈，你老都在这等半天了，大补差那一会儿。哎呀，啥菜？快动手！好嘞，好，走吧。这饭啊，累，给大爷。有，都吃了吧，咱俩。慢慢走啊，你老力，不够了，妈，我来，那给你这个盆，你这盆，来来来，你这个热，我不能吃。馒头，慢慢哈。哎啊，好嘞。哎，你交给咱们，咱交给你。好嘞，有机会。豆羊每个月啊，豆子两大撮啊。我打这赌一个。好嘞，来慢慢等着啊。我看俩印的。那现在还有几个？还有仨印儿。等会我给他分分吧，啊，好啊，俺们吃了好了，我就这些东西，我你就这么两撮也不两粒儿吃吧，对。
给你备备啊。哎，卡给我，你哥哥不用着急，我上你那都备备。卡了，可能有卡了，老爷子。有卡了，没有神。嗯，还有俩月。这下怎么给我损到哪样？来，你等着，你先走吧。啊，我给这边。哎，我就这他俩吧。晚上不要玩了。老老爷子。啊，没有了，好了。走，完工。哎，好了，走。我俩认识呢。哎，好，我还不煮活。好啊。满满的一大锅炖菜，都给老人分完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